前面楼栈就别进了。我要是干的话，直接干主题，老铁们。因为这个地方咱也不是头回来了。啊，你们都知道这地方多凶险，非常非常狠啊！感谢我家花姐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右边红色给哪儿呢？啊？啥玩意儿？给哪那红色呀？注意安全，好嘞，王先生。给哪儿那红色呀？我刚进来呀，别吓唬我，铁子们。楼里的红色，给哪儿呢？刚进来，老铁们，感谢勇啊，谢勇哥。刚进来，家人们，那面灯那面，谢勇哥的关注啊。刚刚你看到了，我没有看见呢，老铁们看见了，感谢我姐的支持，谢我家姐姐。看这一楼啊，我怎么没注意呢？感谢微笑，谢谢微笑姐，欢迎我风花笔墨我大哥，我哥来了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啊！我真没有注意，老铁们啊！你们都说看见红色了，我真就没有注意，老铁们。不是那个灯，是吗？那老铁们，你们如果要看见的话，那就真是了。哦，那就兴许有了，兄弟们，咱别怕他啊。没看见你是刚进来啊，你是刚进来。老铁们，咱这团还差5万票，不知道你兄弟能不能完成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我直播间的好朋友、兄弟姐妹们一定能帮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老铁们有在这团礼物的，大家能帮贺的支持一下，咱就支持一下，兄弟们。啊，今天晚上属实这个没瑕疵，干就完了。欢迎我轱辘啊！给哪看见那红色呢？太吓人了！感谢我大哥送来应援，谢大哥支持。这地方你是不是来过？来过呀，来过呀。欢迎太子，欢迎狼牙啊！但这地方狠呐！欢迎我浪啊，铁子，好久不见。你们在哪面看见那红色呀，老铁们？我现在有点懵逼了。真的吓人吗？啊！我真的有点懵逼了。你们在哪面看见的红色？我操！不狠的地方，赫不去，真不去。欢迎我家小蜂窝铁子，刚进来你们就看见红色了。太吓人了，红飘比较猛。看眼花了，应该是，我感觉你们也是看眼花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再说即使看见了也无所谓啊，兄弟别怕。啊，继续干是不，妹妹？铁铁没有在团礼物的支持一下。谁呀？
谢谢我家哥哥啊，送来的森林箭鹿，感谢我哥。一会儿给鬼吓一跳。谢谢我家哥哥的支持，感谢勇哥，谢我花姐。这大沙发好不？恭喜哥，必须的啊！你跟那个我溜达哥对咱都好，必须得感谢。还有我姐，还有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你们每个人送我的礼物都非常感谢。忘了。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感谢我枯萎有情，谢谢。什么玩意儿掉来了？老铁们，这里面磁场特别大，如果一会儿要是卡了的话，你们也别离开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昨天风华大哥啊，那个旋转木马太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必须的，我哥送的都漂亮。我感觉这里面变化很大呀。啊，太乱了。欢迎我阳光，我哥。欢迎我麒麟哥。哎呦我操！感谢我哥送来的八音魔盒，谢谢我哥！成功截图了，OK，漂亮！铁铁们帮贺感谢一下啊！这里面啥都有啊，这里面。感谢我家哥哥啊！谢我家哥哥，欢迎最爱苏大鹏感谢我哥，谢我家哥哥，这里面咋变样了呢？是不是老铁们？我操你妈塞！哎呦我操你妈！谁喊一嗓子？听着没，老铁们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谁喊的呀？学校啊，男神铁的，刚开始就这么狠吗，老铁们？哎呦我操！感谢我男神。我操！听着没？我操你妈！感谢我大哥，谢我大哥！呵呵，咱爱团任务完成了，感谢支持，谢谢我笔墨啊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老铁们有么么哒的帮贺的上一张，么么哒还差几个完成任务了，还差死二个，
哦，海獭时期又完成任务，么么哒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天呐妈，刚进来，我感觉今天晚上要狠呐。谢谢我樱桃妹妹，真的家人们啊，我感觉今天晚上要狠，你们感觉呢？好了吗？咱们老铁们，还卡吗？家人们？因为点啥呀？因为点啥呀？这是啊！这回呢？干到头了！该勇哥，谢谢我勇哥！干到头了，家人们！OK，老铁们。我刚才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叫我，老铁们，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叫我，老铁们，不知道谁喊我啊，好像是在喊我，哎呀，上来呀，就这样式的，老铁们，欢迎我浩叔啊，别搭理，没事儿。好，现在不卡了吧，家人们？不卡了，OK，老铁们。好，别怕，就是冠军。左边上有个人，给哪的呀？给哪的？左边上有个人呢？瞎鸡巴白活，人头给哪的人头啊？我操！三，欢迎我哥！三。又叫了一声，老铁们，又他妈叫了一声啊！家人们，啊，又叫了一声，我操！我总感觉今天要狠的，老铁们。操你妈！三，哎呦我操！
说的兄弟姐妹们，晚上好。老弟们，刚才我脸红了一下，发现没？刚才我脸红了一下，发现没？变色了脸，不是口罩，哦，口罩是口罩，不是口罩，我整张脸都变红了。后面，别发，别发来，我操！春飘，别怕，老铁们，咱不用去在意他，老铁们。啊，我们现在刚进来，欢迎我90后我铁子。我们现在刚进来，不定咋回事呢。所以说，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咱冷静一下啊，千万不要怕。无论发生啥，我有我直播间这些好朋友，你们还有我，所以说咱们就不用怕他。啊，咱们就是一个祸害他。咱们就是一个户外探险的家人们。啊，你小心点儿，知道了哥。欢迎小韩哥啊，晚上好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没听着谁喊一下吗？啊？没听着谁喊一下吗？操他妈的！前面啥也别怕的，老铁就是幻觉。我感觉今天这里面这么多声音呢。是不是铁子们？我感觉今天晚上这里面声音这么多呢，像他妈进那个鬼屋一样，老铁们啊！
虚拟世界好像不像是在探险，老铁们，好像是进了虚拟世界。我有蓝天哥，真的铁子们，操啊！是不是听见好多声音了？都不知道是什么声音，老铁们。么么哒，来一波，家人们，没差多少了。哥哥姐姐们啊，么么哒，帮哥来支持一下兄弟们，有小礼物支持一下。操他妈的！今天晚上太奇怪了，好多声音，我总感觉今天晚上如果一旦要出来的话，出来老多了的。欢迎我瘸子哥啊！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感觉一直在前面，朋友们，我感觉在前面。没事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，啊，全是幻觉，老铁那个，你是什么个东西？嗯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个东西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老狠了啊！我老狠了，别吓我啊！我听着动静了，我操！我老狠了啊！你别吓我，我真老狠了！你逼我的话，我从楼上跳去了啊！我不是吓唬你，真的。我有狐仙大姐保佑我啊，还有我直播间还有几个仙家，听着没？我有阿紫姐。所以说你得怕我啊！你别得罪我，听懂没？我老狠了啊！说啥呢？狠起来自己都打，真的。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啊，自己给自己俩嘴巴子，老他妈狠了，不得劲儿，脸疼，哦，扇自己俩嘴巴子。贺弟晚上欢迎我姐。天天起来撒尿都得我尿尿尿便池我都得尿碎了，老他妈狠了！什么动静？好像他们有人跟着我呢，老铁们，好像他们有东西跟着我呢。说话硬气点干的，老铁，我硬气点啊！我硬气点儿啊！操你妈！老铁们，够硬气不？硬不硬？老铁们，感谢我家我姐姐送来 VIP 发电，谢我姐。硬不硬气？
我操！刚才听到啥没？啊？我操你妈！听到啥没，同学们？又出来个男的，又出来个男的，老铁们，我操你妈呀！这里面几个呀？这是啊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！我操！我告诉你啊！我不管来几个啊，听着没？哎呦，我操他妈！这心给我吓的。我不管你来几个，听着没？你都离我远点行不？我说那意思都离我远点。哦，今天可能多点，咱别得罪他，兄弟们啊，哦，硬不起来了，今天硬气不起来了。哦。我不管你来几个，告诉你，听着没？都离我远点儿。哎呦！总是他赶这儿来了呢？他赶这儿来了呢？咋跑我整这来了呢，兄弟们？我操！
旁边有个红色的，老铁们，看旁边有个红色的，隐隐约约的，看着没？在外面天飘着呢，跟后面跟着我呢。什么这东老铁们，什么这东，咱们家老铁非常多，铁子们，咱能不能一起帮盒子支持一下有小礼物的？咱往三楼去哦，应该三楼是最狠。铁们，咱们一起帮盒子上一上，老铁们，感谢追求，认为你盒子直播够真实、够刺激的铁子们，你们有小礼物的，咱们支持一下，感谢华子姐的666，还有哪个朋友、哪个铁子，咱们一起帮盒子搂一波的家人们。来吧，给我点动力。我感觉今天好像走进了异度空间，老铁们。哦，这里面东西我感觉特别多，真的假的的啊，就是各种尖叫什么乱七八糟的声，我感觉这里面东西真的特别多，老铁们。是不是？对，没事，老铁们能留下全是自己家人，哦，能留下全是喜欢我的，感谢我程叶姐啊、哦，能留下的全是喜欢我的兄弟们，走的。感谢我雪莲姐的666，谢谢我程叶姐的666，我没动，老铁们，别怕。还有那个朋友家人们，感谢我一空哥的666，喜欢你喝的支持一下，感谢我男神的666，谢谢。别怕他，我感觉就是鸡巴吓唬我呢，老铁们，我感觉就是他妈吓唬我呢，他没啥鸡巴真正能耐，哦，没那两逼吓着他，是不是？他能牛逼到哪去啊？我就活人一个，再被你干我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鱼死网破就完事了呗，装鸡毛啊，装鸡毛啊！礼物差不多得上去，哥你带个头。
大哥，老铁们，兄弟姐妹们，咱带个头来支持一下。哦，这么多老铁们都说话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还有谁？老铁们，气氛，气势必须拿出来。感谢我柠檬，还有谁？拿捏你，整死你！哪个大哥大姐来个特效？干多少年了？我干多少年户外了？我能让你吓着我？欢迎我麒麟哥，我阳光，我哥。真的，老铁们没有特效，666也行，老铁们，欢迎我客啊！老铁没有特效，666也行，老铁们，兄弟们，啊，么么哒，666啥的，老铁们，感谢我樱桃妹妹，啊，谢我樱桃妹妹，小礼物走一波，家人们支持一下，户外不容易，老铁们，大家捧一捧，感谢啊，花儿姐送来么么哒，谢我银正哥。感谢我花姐送来的么么哒，谢我姐。感谢我家姐姐。谢谢我家花姐。后面的哥哥姐姐们，咱往上上一上。哎呦，我操，崩他！感谢我哥的威武霸气，谢谢我哥。家人们，圈我哥一下子，感谢一下，铁子们，看咋崩他的啊、哦！咬他，用大龙咬他！操你妈的，咬你扎头！操！铁人帮哥，感谢一下。我今天我一定要保持清醒，铁人们，我一定要保持清醒。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欢迎无名哥。我操你妈！谁摸我屁股了？啊！谁摸我屁股了？喊我，他让我去，老铁们，他让我去，感谢我铁人，他让我去，老铁们，他让我去。别去，没事儿。喊我去呢，喊我去，回我西哥，回我家哥哥，喊我去。
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太多了，老弟们，太多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操我！前面啥玩意儿了？我操你妈！好男的呢！哎呦我操你妈！还有男的兄弟们，听见的老铁扣个一来，家人们，听见的老铁扣个一，家人们，还有男的呢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掉鬼窝里了！我操你！感谢我知否哥。掉他妈鬼窝里了，老铁们！操他妈的！掉他妈鬼窝里了，老铁们！说的什么不知道，老铁们！哎呦我操！这他妈了个逼，今天晚上不废了吗？掉他妈鬼窝里了，这！哎呦我操你！哎呦我操你！窗户框着，老铁们！哎呦我操！我现在瞅我自己都害怕，老铁们！哎呦我操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咱们过去看看前面那玩意儿啥玩意儿！哎呦我操！
前面啊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老铁们！哎呦我操，没了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，哎呦我操你妈，穿墙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出去了！哎呦我操出去！哎哎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救命啊！我操你！我操你！哎呦我操，腿都软乎了呢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几个呀？老铁们，几个呀？我要过去了，我过去了，老弟们在这喊我过去，他们在喊我过去，感谢支持，他在喊我过去，老弟们。
事，家人们，没事。谢我知否哥，我去了。没事，家人们，啥也不用怕的，啥也不用怕的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事，没事。谁？谁？后面还有，老铁们，后面还有。看到没？我找又出来个白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注意看，兄弟们，门边上，老铁们，啊，门边上，老铁们。出来个白的，兄弟们看着没？透明的，等会儿啊，我先等会儿收拾他，老铁们。前面还有个白的，幻觉，幻觉，后面还有红的，老铁们。后面还有红的，操妈掉鬼窝里了，掉鬼窝里了，操你妈！看着没？啊！老弟们看着的和我一来，我今天给他抓住，哦。我今天给他抓住，我兜里还有个符，老铁们，我兜里还有一张符，老铁，我直接贴上去，啊、哦，就一张，老铁们，老铁们啊、哦，我今天给他抓住，兄弟姐妹们，杀一儆百，老铁们，杀一儆百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，老铁们？铁铁们认为你喝牛逼的，铁子们一会儿啊，啥也不说了，你就看你喝牛不牛逼就完事了。啊，家人们，铁子们，看你喝牛不牛逼就完事了。
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抓住了，兄弟们，贴上了，贴上了，老铁们，贴上了，贴上了！操你妈！牛逼不？老铁们牛逼不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扎我脚了？我操！糟了！糟了！就他妈这一个法器，老铁们！啊，就一个法器，直接搁手里直接摁上，老铁们啊，直接摁上！是，操你妈！老铁们，十二点之后帮客的上，没事儿。上半夜几乎这么事儿了。老铁们，认为你客牛逼的，给你客打个牛逼来，家人们。啊！认为你个牛逼的老铁们打个牛逼或者扣个666，家人们，怎么还越着越大呢？感谢我知否哥，我操，这火不是明火，老铁们记住啊！有的主播干啊，干着火锅，但是你记住铁子们啊，这火不是明火，老铁们没事儿啊，这火不是明火，老铁们啊，我操！下早点，兄弟们，去看看，小点儿，小点儿的，看着没？我感觉他好像给那垂死挣扎呢，老铁们，啊，垂死挣扎呢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啊，咱们去后面那个，老铁们。咱们去后面那个，兄弟们啊，后面还有，先别，我知道，我先不过去啊，别他妈给我烧了，老铁们，十二点了，分享朋友圈的家人们，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哥哥姐兄弟姐妹们，我一直憋着呢，家人们啊，我一直憋着呢，哎呦我感谢我姐啊，谁？谢谢我姐，感谢我姐的空中先导。感谢老铁们分享的朋友圈，家人们用小礼物支持一下，兄弟们赞个榜，还着了呢，啊，还着了呢，感谢我莹莹哥，谢谢我大哥，感谢我知否哥200倍，还有哪个哥哥姐姐？感谢送来的单身狗，感谢我丸子，谢谢我丸子。我感觉火进屋了呢，啊，谢谢我姐，感谢我姐送来的梦幻城堡，谢谢我姐的支持，没毛病，家人们，
能留下的全是喜欢我的。别说什么放心铁子啊，我有数，肯定出不了事儿，100%出不了事儿。老铁们，老铁们，12.01贺的四个灾团啊，家人们，我希望大家能帮贺的支持一下，最努力的一个户外主播，也是直播间好朋友们啊，看这些年了，铁铁们一天一宿没睡觉啊，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谁能支持一下？兄弟们，灭了，快灭了，还有谁能支持一下？家人们，宝贺的上一趟，走，谢谢我樱桃妹妹，感谢我樱桃妹妹，感谢我知否哥，谢谢我知否哥。我感觉应该是纸人，老铁们啊，我感觉应该是纸人，老铁们啥也没有了，就变成一堆灰了，看着没，铁铁们，就变成一堆灰了，啥也没有了，吃去吧铁们，吃去吧，吃不吃去铁的们，吃不吃去，没事老铁们，没事，好你牛啊，我操你妈啊，我操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又出来一个，老铁们，又出来一个，不是刚才那个，这是红的。能不能找我报仇啊？啊，他能不能找我报仇啊？老铁们，他们可能看那些无聊的主播看惯了，咱不用搭理他们，他们直播的贼真实，僵尸、丧尸，我这个没事儿。老铁们，他愿意看不看，不用搭理他们，不要影响到我们家老铁的心情。老铁，我说对吧？不要影响到我直播间好朋友的心情。对。你看别人的丧尸僵尸去吧，感谢我知否哥啊，已经踢了，对，家人们不用搭理他，狗逼不用搭理他啊，
四朋友来了呢，我叫声大哥，叫声大姐，欢迎一下。像这种人没有用，老铁们啊、哦。老铁们，直播播的好与坏，家人们啊、哦，直播播的好与坏，你看我直播间的人气，再看看别人直播间的人气。老铁们，全网现在我互联网，这互联网我人气是不是最高的？家人们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、哦，你可以直接看一看，兄弟们。全网我的人气最高的家人们，所以说啊，证明一点啥？证明一点，我直播间这些好朋友还是非常愿意看我的，虽然说我很害怕。感谢我铁子，别怕，老弟们全是幻觉。啊，全是幻觉。欢迎我家西哥。我今天玩把虎的，感谢我姐哦，有很多人看过，有很多人没看过，老铁们玩把虎的啊、哦、这样啊、哦、兄弟们，你看我喝着动不动就完事儿了啊、哦、我把它给引出来，你们自己看，兄弟们哦，你看我喝着动不动就完事儿了啊、哦、我把它引出来，咱家老铁们看过我这场，看过我这么直播的老铁们扣个一来，兄弟们啊、哦、还有老铁们啊、哦、有很多人没看过我的回放，来看贺的牛逼不啊、哦、我给你看回放，来想看的兄弟们来扣个一来，想看的铁子们扣个一来，我给你看看回放啊、哦、兄弟们，然后你再辨别一下贺的直播播的好与坏，老铁们啊、哦、我给你看看回放，老铁们啊、哦，再辨别贺的播的好与坏，别的贺地啥也不说啊，老铁们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看看啊，回放，这是我的经验。给我看好，老铁们啊，看好。看好，两个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再看一遍，老铁们。谁下面的？随便啊、哦，可以随便跟我解释。给我！来，黑粉。哎呦我操！可以随便出来解释一下啊、哦！全互联网，老铁们啊、哦！全互联网我是头一个这么玩的，老铁们啊、哦、全互联网我是头一个这么玩的，老铁们，你们可以随便对比，老铁们啊啊，可以随便对比啊，我还有一个录屏啊，但我没有，现在来看着兄弟们，我躲都没躲，老铁们啊，我躲都没有躲，兄弟们，没毛病吧，家人们，没毛病吧，家人们，我今天还是一样啊，我是等他，他100%在这儿呢，感谢柠檬啊，如果认为你贺牛逼，老铁们啊，出来了，我贺着今天属实没动，
铁子们啊，一会儿咱们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哎，对啊，感谢我小白啊，你看看啊，全网互相对比一下，有没有主播这么玩的，老铁们啊，有没有主播这么玩的，老铁们啊，就 OK 了。来，我这有钱，你出来来。我这有钱，你出来来。是不是太亮不爱出来？出来来。真出来我也不躲，我喝出来了，今天啊，我喝出来伤我的元气了，我肯定不躲，出来来。不敢出来，老铁们。啊，他不敢出来，我操！这还放录屏呢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！啊，他不敢出来，兄弟们。哎，听着，是不是？我操！我操！来吧，来，我兜里有钱，我给你捎点钱来，你过来取钱吧，来，来。哎呀，老张，你突然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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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操！眼圈黑了，眼圈黑了。眼圈黑了，感谢我红白票，感谢我睡前看，老铁们，啊、哦，感谢支持，啊，感谢我一空哥。如果要是有新朋友、新老铁，家人们支持一波，好朋友们啊、哦，走的不是老铁，留下的全是真老铁。铁铁们喝了一张张一嘴啊、哦，要嘴票。直播间的铁子们啊，咱不骗，咱也不坑，但是呢，我就凭我的实力来干。认为你贺实力够强的，喜欢你这个主播的家人们，喜欢这个老弟的，你帮贺的支持一下，老铁们，感谢学会原谅，谢谢大哥的支持。好、哦，日榜第十五，帮你小弟往上站上，家人们，老铁们，咱大伙一起闹哄闹哄啊！来，咱们一起说啊，就是再支持一下，老铁们来。带个头，好朋友们，好、哦、铁铁们，有票的带个头，家人们支持一下，帮贺的干上去，感谢我开心姐，我操你妈，他应该进我身体里了，我现在我特别凉，刚才我浑身淌汗啊，但是我现在特别凉，他应该是进我的身体里面了。你看我的脸，
你看我的眼睛和脸，老铁们。哦，别的啥也不说了，老铁们，一会儿我自己送。啊，一会儿我自己送，老铁们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没事，别看了，别怕啊！啊，柴旭飞怎么没这哥啊？到期了，感谢望尘，谢有望尘老铁的支持，铁铁们，带个头，家人们支持一下，直播间最高的人气，咱能帮贺的上一票吗？家人们，感谢我哥，谢有阳光哥啊，送来的海晶之梦。感谢支持，还有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！变了，变黑了，现在已经变成他妈立眼睛了，眼睛已经立起来了，啊！他现在肯定是在我身上的，老铁们，他100%是在我身上的，家人们。没事，铁子们啊，有咱就支持一下，没有的咱们可以随便说，咱直播间不怕说，老铁们。如果你是大哥，想让贺子怎么干，你上票，你看贺子干不干就完事儿了。我说实话，老铁，我经常这么玩，我西哥他们都知道。感谢兔兔，谢谢兔兔，感谢支持，花姐、樱桃，还有直播间很多好朋友，阳光哥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哦，都知道我这么干。还有漫长哥，还有哪个铁子，老铁们666帮哥走一波。我操，迷糊了。我操！感谢云儿姐的666，欢迎我太子哥。咱们大家帮贺的众筹一下，老铁们，日榜第15，帮你贺往上干一波，老铁们。感谢加入斋团的铁子们啊，谢谢。我后面还有了，老铁们啊！感谢我家客，谢我客的支持。我后面还有个灵位，不知道啥玩意儿了，一会儿全给他干了。谢谢我客，感谢我太子哥的单身狗，谢我太子哥。33个0啊，3个3，1个0。感谢麒麟哥加入带团，兄弟啊，你9级，你1毛钱没刷，你不要这要求我。感谢我太子哥送来的宠物狗铁铁啊。如果你要想听你的，你登上榜一，全场直播全听你的，家人们，我说的没毛病吧？其实我现在给这蹲着，我都提心吊胆的，老铁们，我怕他给我落走，我给我撇下去，真的。铁子们，666，咱们帮客的众筹一下，老铁们来支持一下。还有谁，老铁们？感谢你说的是啥啊？我这烟抽的也快，谢谢我哥的666，我这烟抽的也快。来，先干，老铁们啊，先干！你们中点奖，围拢一下公屏。先不管这个啊，感谢柠檬，咱先不管这个啊。OK， 月下兄弟，走，我现在要顺脑袋淌汗。感谢你说的啥，谢谢铁的支持。再次啥？前面东西是啥呢，老铁们？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，跟过来了，兄弟们，跟过来了，穿墙了，穿墙了！
后面跟一个老铁们，后面也跟一个。老弟们，出来几个朋友，感谢我奈森，欢迎我清风哥大哥，出来几个朋友家人们，围拢一下直播间的气氛，重点讲，有求必应供奉，苍梦二仙、狐黄二仙保佑吃斋。我操啊！谁供的呢？啊？这谁供的呢？保佑我，保佑我，四位仙家，好，四位仙家保佑我，啊，四位仙家保佑我，我操你妈！四位仙家保佑我，啊，不要让他伤害我，好吗？感谢了啊，蜡是我给你点着的。动静啊，什么动静啊？哎，我操鬼来了，我感觉有动静，兄弟们，我操！别怕，老铁们，别怕，我操！
我来了。来了。喘不来气儿了，我操！差点没我压死，老弟们！差点没我压死！不对劲儿，没事儿，没事，家人们。什么窗口？在哪儿呢？哪个窗口，老铁们？感觉我刚才身上好沉呐，上不来气儿。我操！感谢我姐，感谢我阳光哥，感谢张老大啊。那个。老铁们，我还得干啊！但是我真的上不来气了，兄弟们啊！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呢，就理解一下。能理解确实喜欢我的，兄弟们，我也不知道谁能帮贺的上票了。今天这个嘴呀、要票要的可能多点儿啊、但是属实也就是没有那个大票，除了我姐，还有大哥，还有这几个朋友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谁能帮贺的上个榜啊、刷点那个小礼物，咱帮贺的上个榜。户外主播真的非常不容易，老铁们啊，就是说我感觉我比他们要累的多的要多，测肯定测不了了啊！铁铁们，我不知道谁还能支持一下，我不知道咱直播间谁还能支持一下，兄弟们啊！日榜第16，刚才第15又掉下来了，咱能不能出来几个大哥兄弟姐妹，咱们一起帮贺的上一上，老铁们，太拼命了。对，你们可以互相对比一下啊，互相对比一下，老铁们。咱们可以互相对比一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老铁们。我操！
我说对吗，家人们？没有对比都没有伤害啊！几块钱支持我一下啊，老铁们，穷不了谁，富不了我。啊，咱们大伙一起众筹一下，老铁们支持一下来。还有2100多人，实在整不动了，太累了。啊，人家都是靠骗啊，没票不播了啊，那才恶心。那是但是人家属实有老铁愿意支持，我这是真纯硬要啊，老铁们凭我的实力来要。家人们就一个带头的没有吗，铁子们？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我操！感谢云儿姐，感谢你说的啥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我操！咦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咦我操！感谢白月光。别去勾引你的，没事儿。谢谢白月光。着不了，放心，老铁们，100%着不了。冷火啊，冷火，冷火，老铁们，先等会儿啊，我先等会儿再进去，我先等会儿再进去。哦，阴火也是冷火，老铁们啊，别说阴火，阴火不好听，冷火。没事，老铁们啊，我缓一缓。感谢我姐，感谢我哥，还有没有哥哥姐姐支持的兄弟们？感谢白光大哥啊，还有那个鱼儿姐，还有那个该刷礼物的哥哥姐姐，感谢你们。啊，我缓一缓，老铁们。没有烟儿，如果要是有别的啊，他应该有烟儿，老铁们，你们自己品，老铁们啊，你们自己品，家人们。谢谢我云儿姐的66，感谢我云儿姐。日榜又第15了，家人们还能不能帮贺的往上上一波？家人们还能不能帮贺的往上上一波？有没有大哥整两个特效的？家人们，感谢，谢谢支持。你说啥？谢谢大哥的支持啊！没事，老铁们，嫌我烦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看看别的主播，你看他们是怎么要票的，然后咱们互相回来对比一下子，老铁们啊、哦，人家是纯骗，但咱们骗不了就要。感谢欢迎我瘸子哥啊、哦，铁子们，还有谁能支持一下家人们？12:38，老铁们，哎呦我操，迷糊了，迷糊了。欢迎漫长哥，我抽完这根烟，咱们继续上三楼干，我肯定干了。谈别人直播间没有票真不上，感谢我学着哥啊、哦！谈别人直播间没有票真不上啊，真不干呢，老铁们，啥时候凑到心里满意的票，他们才能干。我是真的，老铁们啊、哦！感谢紫玲，谢紫玲姐，铁子们，咱大伙众筹一下，老铁们，666什么么么哒，什么爱心啥的小礼物，咱们一起众筹一下，家人们好使不？老铁们，咱贺家驹老铁，帮你哥众筹一波，老铁们。2100人啊、哦，能出来100个朋友，喝着就好起来了，好朋友们。啊、哦，人家10万以上才搞，没有没有，没事儿
我是一边搞一边整，哥啊，因为啥我得留住人气，有人气了才是力量，对不？还有谁老铁们六六六帮贺的走一个的家人们来，大伙儿咱们众筹一个，一人帮贺的来一个，家人们六块六毛钱一个，还有那个小飞吻啥的。感谢你说的啥大哥送来的为你报灯，谢大哥的支持啊。第三个我查了点，老铁们还有谁啊，咱们大伙一起众筹一下第三个小礼物，兄弟们啊，还有谁能支持的家人们帮客上一上来。我是姐姐，感谢我姐姐的支持，谢谢姐，又多一个姐姐。咱别都等着老铁们，我操什么玩意儿，这要大哥来个特效的话直接就干上去了。哎呦我操，干迷糊了，眼睛疼，对不对老铁们，直接来个大哥直接干上去了。感谢我姐啊，谢你说的啥，我姐送来的迷你宝马，感谢姐姐啊，我直播间好多姐姐都对我好，谢姐的支持，还有大哥，红的救了你是吗，77000票老铁们，铁子们还有没有新朋友支持的家人们，阳光哥200倍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老铁们开搂吧行不，铁子们直播间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都在呢啊，咱开搂，老铁们兄弟姐妹们铁铁们在你客直播间的铁子们咱扣个一，老铁们虽然说咱破不了10万票老铁们，但是我得看看我直播间有多少老铁，家人们在这扣个一，好朋友们走，你说的啥我姐是不没毛病，姐姐啊，姐老铁们点击贺家军这个位置可以加个灾团啊，有很多人怕找不着我的啊，想看我直播找不到我的，你们可以加个灾团，老铁们就能找到我了，还差2万多票突破10万票，我不知道谁还能帮客的上了，谁不能谁还能支持我了，但是我相信咱直播间的老铁们肯定会支持我，兄弟们感谢卡布奇诺，谢谢我卡布奇诺送来的威武霸气，感谢支持，谢谢我卡布奇诺的支持，感谢大哥，还差10000多票突破10万票，老铁们卡了也别走啊，老铁们啊OK， 谁呀？啊！感谢我姐送来的森林剑路，感谢我姐的支持。老弟们，还差5000票。去谢谢那个红的是吗哥，是他救了我呗， OK， 知恩图报必须谢，好
我现在腿一点劲儿没有，陈子，欢迎呱呱仔。我现在腿一点劲儿没有，我操，太累了。腿咋的了？软乎了，老铁们，腿软乎了，别去了，姐，我再去一趟，家人们，真的软乎了，不知道咋的了，一点劲儿没有。感谢我哥，还差一个特效，老铁们，突破10万票，哥哥姐姐们有票的支持一下。我操，迷糊了！啊，感谢哥，迷糊了，注意安全，好嘞，哥。我操，一点劲儿没有啊！你看我是突突，老铁们，不知道咋的了，真的，老铁们，我这手指突突，好嘞，腿也突突，不知道咋的了，冒虚汗呢。你缺觉，赶紧回家，感谢。谢谢我阳光，我哥送来的空中仙岛，谢谢我哥的支持。说实话，老铁们，我姐知道，还有点老铁们知道，我一天一宿没睡觉，因为啊，我家我老姨夫啊早上去世了。啊，没事，老铁们，我坚持到最后，老铁们。昨天我回家，一直到白天，我一直都没睡觉。没事，老铁们，这突突一点儿，这腿现在跟他妈不是我的似的，家人们，好像不是我的。后面，快回家，好姐，我答应大家，我最后一趟，我就最后一趟，姐。啊，老铁们，我这人非常执着。我因为我答应我直播间的老铁粉丝了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坚持。啊，我想进那屋看看咋回事儿。哎呦我操！怎么了这是啊？哎我操！怎么了这是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姐。感谢你说的啥，我姐啊，谢谢我姐的支持，感谢。哎，我操！没事儿，听着。没事没事，我坚持啊，老铁们，我坚持一下，我坚持一下，老铁们，
老弟们，咱们可还清此。老弟们，小心点，好嘞，哥。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哎，哎，谢谢你，大姐。啊，我不知道你想害我还是想救我。谢谢你，大姐。感谢我佛慈悲大哥。不行了，走不动了，一点劲儿没有了，这腿软乎了，软乎了，家人们，排位不见了，排位。我操！啊，除了手心上全是汗，老铁们，看上我这手上全是汗，虚脱了好像。你们可能看不清，看清没？啊，全是汗，老铁们。我爬出去，家人们，太累了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
知道姐，没事姐。说啥姐？谢谢家人们这么多关心我的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老弟们都是为了挣点钱。